海边长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结了很多果，不过我不懂。今天带一个朋友过来探险，他说要看大海哦。我朋友就说要看那个海浪打在石头上，我想拍几张照片。我们很快可以看到大海了哦，外面就是，哇，好舒服，很舒服的海风。啊，我找出来一点，不过要注意脚下，这里有点斜的，就站在这里看可以了。这个石头是以前很多人在那里钓鱼的，你看现在那个浪啊，把那个石头都打湿了，所以如果在这边钓鱼啊，一定要注意哦。哇，大海发怒了。好多羊，那个海上风浪很大，带大家来看一下。我这里还有几只羊啊，在那里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好漂亮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阿牛，今天跟我的朋友一起过来看海。他说很久没过来了，刚好今天那个天气，那个风比较大，所以我跟他过来看海了。打出来很好看的，来，让我拍给你们看。我先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里的山羊，你看，这山上，哦，那边还有几个，那么高啊，它爬上去，也不怕摔下来啊。那里还有一个，哇，这边今天的海浪打在那石头很好看哦。还有来这的地方。在下面，我们都是站在很安全的地方来看的，所以千万不要跑到下面。下面那个浪打上来，把那个石头全部打湿了，不安全的。看海浪的地方，要有几只小羊跑过来了。你看，这边是大海，这边啊，等一下我慢慢把那个海浪拍给你们看一下啊，我在最安全的地方拍的。带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浪打起来有多高。哇，这里就有十几米啊，所以你们在海边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有时候你看到大海风平浪静，有时候你看到，你看现在这种情况就像它发怒一样。你看大海发怒的时候就这样子了。
最喜欢看那个山羊，吃那些草。爷爷，你看这个小可爱。今天天气不是很好，带大家来玩一下也好了，看一下大海，看一下风景，看一下这个小羊在吃东西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生活总是美好的，爱你们，拜拜。不过大家来海边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，特别是下雨天不要过来。好了，回家。